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说，我们爱你，天父先爱我们。Thank you.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来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所拨大米去，到了拿俄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皮土利所生的，皮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克舍勒，两个金镯重十克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伯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
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那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里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人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里面，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为骆驼预备的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捋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出。他却说，我不出，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说。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长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那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和耶和华给我的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那儿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他引导我走合适的路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向左或向右。拉班和比多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啊，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歇了喝衣，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去叫来问问她。
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人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匹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田间默想，举目一看，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时得了安慰。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有没有中朋友啊？哦，有。好，我是杨玲玲传道，很开心我们又可以一起在线上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可能有一些人在想，杨玲玲传道是这样的样子吗？杨玲玲传道，你做什么？做什么？你的头发，你的这个头上有这样的一个头巾呢？好，这个是主要跟今天的故事是有关系的。对，小朋友、大朋友，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逸娟老师告诉我们的故事吗？对，他告诉我们哦。有些小朋友忘记了，没关系。好，我今天打扮成这样，就是要让你记得。你记得上一次，逸娟老师说到，有一个女子，年纪很大了，就是头发，你看，头发都白了，都白发了。可是这个女子虽然年纪很大了，又头白发了，她还能够生 baby 嘞，记得了吗？对了，我相信一些小朋友一定记得，你们记得是萨拉这个女子，对不对？然后呢，在她年纪很大的时候，大概是几岁？对了，100岁，生了一个 baby。对，生了一个 baby， 然后这个 baby 的名字就是叫做以撒。好，那么今天呢，传道继续讲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当然就有关于到这个 baby 呢就长大了，长大到可以谈恋爱了，可以结婚了。对，尤其是呢，他的爸爸呢就特别的关心这个以撒的婚事。对，所以呢他自己也想，哎呀，我年纪也大了，我这个儿子啊是上帝应许之子，我一定要好好的为他安排这个喜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亚伯拉罕怎样为以撒预备一个这个新娘子，或者是为他找一个妻子。亚伯拉罕他就想到，对，我的孩子应该结婚了，可是我千万不可以让我的孩子随随便便的找一个女生就结婚哦，因为上帝应许过他说这个是应许之子，所以呢他找的太太呢一定要敬拜上帝，一定要信靠上帝的人。所以呢亚伯拉罕他就想到他的媳妇，或者是说他孩子以撒要娶的太太呢，
不可以是迦南的女子，一定是要以色列人或者以前叫做希伯来人的女子。好，就是像为什么传道要今天戴这个头巾？其实这个是就是现代表示现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女子基本上他们都会戴上这个头巾，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一个服装的文化。对，所以不可以娶这个迦南女子，因为迦南女子都不这个敬拜上帝，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呢他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特别特别的希望他的儿子呢能够娶到一个这个跟他是一样的希伯来人的是敬畏上帝的女子。好，那但是呢他讲这些女子要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在的地方都是迦南人，没有办法。后来他想这样啦，我就找我的这个仆人，就是这个管家，叫他呢帮他回到他的这个本族，就是他以前这个住过的地方去找，帮他的这个儿子找妻子。这个管家呢听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吩咐呢，他说好吧，我去。不过呢我是有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说如果那个女孩子她不要跟我回来呢，因为毕竟你要我去的你的以前的老家乡或者是你以前的这个地方是很远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哪里啊？就是在这个米索不达米亚，是哪儿这个居住的一个地方。离我们这里好远哦。如果那个女孩子就算她喜欢或者是愿意，她未必肯来啊，因为好遥远哦。亚伯拉罕就这样想，没关系，我相信呢这位上帝呢，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一定会感动他，一定会让他愿意跟你回来。这个管家听了就说好，我愿意去。然后呢这管家就带了很多的这个礼物就是一些财物，还有特别带了这个十匹的这个骆驼呢这个跟他一起去到这个拿赫城。在这个漫长的这个旅途当中呢，我们知道到最后呢这个管家呢就到了。当他到了那个地点的时候呢，斯塔伯是黄昏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的女子呢就从这个地方呢会出来打水，然后这个管家呢就在这个井的旁边呢他就坐下来，然后他也让这些骆驼呢也坐下就是所谓的趴在那边休息。这个管家这个时候呢他就在想，哇，这么多个女子，到底哪一个女子才是上帝要为他的主人这个所谓的以撒预备的这个妻子呢？后来他就想祷告，跟上帝说，上帝，如果那个女子是你为我们的这个以撒所预备的妻子，请你感动她做两件事情。什么事呢？第一件事情呢，就请你感动她会拿水给我喝。那第二件事，不但拿水给我喝，还拿水给我的骆驼喝。哇，这个是有一点难哦。通常呢，我们知道，如果拿水给这个人基本上喝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当时候的女子呢，她们通常也会愿意拿水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旅人或者是客人喝。但是要拿水给十匹的这个骆驼，哇，这个真的是有一点难。但是呢，这个仆人呢，或者是这个管家就这样的向上帝祷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女子，我相信一定是你为这个以撒预备的这个妻子。后来这个还没祷告完呢，忽然间就有一个女子走过来，这个女子呢就叫做利百加，对，她就走过来，她就这个长得很漂亮这个女子，圣经说她长得很俊美
哦，非常的美丽动人。然后走到井边的时候呢，他就把水罐打满水，然后这个老管家就急忙的去告诉他说，哎，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好吗？好，然后这个列百家就答应了，就给他水喝，而且呢，给他水喝没关系，还跟这个管家说，哎，不如我也打水给你的骆驼喝，而且让他们全部通通喝得饱，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小朋友、大朋友，你们知道一匹骆驼喝水可以喝多少的水吗？有人做了研究哈，他说一匹的骆驼呢，可以喝大概100 liter， 就是100这个我们讲升哈，100升的这个水，哇，是很多哦。意思说怎么多法呢？好，现在呢，我就做一个试验。我叫我的儿子呢，陈明帝做一个试验哈，就是看到底10匹的这个骆驼呢，要喝的水量，基本呢最少或者是他们要喝了多少的水，我们来看看。好，这位是陈明帝同学，嗨，好，我们来做一个试验。那这个桶会重吗？陈明帝，你帮忙拿一下好不好？哇，还好 ，OK， 好，谢谢。那我们知道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大概一匹骆驼呢会喝5桶这样的水哦。那圣经里面有个利百加女子呢，她就喂了10匹的这个骆驼。那请问10匹大概多少啊？多少桶？50桶，对不对？哎，你愿意这样做吗？表，好，谢谢你。亲爱的小朋友，刚才你们已经看到了，对不对？哇，我的儿子啊，明帝他说，不要50桶哎，这最少要拿50桶，好辛苦，说不要。但是啊，感谢上帝，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利百加很愿意啊。我这个只是一个顾忌，可能拿更多也说不定啊。但是我们就可以想到，哇，这个女子长得很漂亮，可是哦，感觉她也是好强壮哦，对不对？哦，感觉上她就是就是身体很健康的一个女子。对，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骆驼呢喝足了，那老管家呢就发现，哎，原来这个利百加就是亚伯拉罕同一族的 ，OK， 他就是跟他是有亲戚关系的，然后他就拿出一枚的金环和2个这个金手镯给利百加呢戴上去了，就给他戴上去了，然后呢就对他说，请告诉我你家里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过夜啊？哦，这个利百加说，有，我家有很多的这个粮还有草哦，草主要是给这个动物啦，动物吃，然后老管家呢，就感谢上帝说，啊，上帝，这个我相信就是你为我这个预备的这个地方，这个女子也相信就是上帝你为我预备的这个我主人的媳妇，或者我的会成为我主人的以撒的妻子，所以好开心哦，他感觉他的任务呢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们看到利百加呢，他就这个回家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他家里的人，然后后来他哥哥呢拉班呢就来到井旁呢，领着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呢和这个骆驼就回到了家。那亚伯拉罕的仆人说完了这个要说的话呢，他就是告诉他这个所谓的拉班或者是拿和这个家的人说，哦，说是他主人呢叫他来的，然后就是要为他的这个主人的儿子呢，就是以撒找妻子啦等等，然后就告诉了他目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利百加的父亲也答应哈，也答应说 OK 可以，不过呢我想要可不可以留多10天啊，可能他的意思可能就觉得也很想念自己的女儿，然后能够多住一下。可是这个管家呢就说，不留了，他讲既然已经很清楚是上帝的这个心意，而且他可能我想这个主人呢管家呢他也会想到可能他的主人在家里也会担心，而且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说了他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年纪已经老迈了，
所以他也不想耽误太久的时间，他想要快一点的回到他的家乡，然后当然，这个所谓的利百加的父亲呢，叫做皮土利呢，他就说，好了，既然是上帝的心意，那么好，我的女儿可以跟你回去，但是你要问过我的女儿利百加，看她肯不肯。哇，这个是关键时刻，对不对？好，这个爸爸也答应了，哥哥也说 OK， 然后也看到上帝的这个心意，但是到底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利百加肯不肯啊？这个也是仆人之前担心的嘛，对不对？好，要走这么长途跋涉哈，到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甚至她连她的丈夫，未来的丈夫都没见过的她要不要去啊？都没想到这个女子利百加竟然答应了，她说好，我跟你去。好，我们看到呢，这个利百加就跟着她的仆人呢，就回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地方，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呢就跟这个以撒这个见面。那当然圣经有一个描写很特别什么特别，就是当利百加呢看到这个以撒的时候呢，他就拿一个面一个圣经是说一个帕子就是蒙上脸，我不知道我的是不是晓得是不是这样就是蒙上脸其实这个代表有两个意思呢，一个是代表可能他他也是个女子，她害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代表她是贞洁的一个女子，然后她从来没有结过婚，她也是可以说是圣经上是贞洁的女子 ，OK。然后呢，我们看到以撒看到她呢也非常的喜欢，我可以说一见钟情然后圣经就这样的形容她说这个以撒呢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哇，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看到呢可以说好像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亲爱的小朋友，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呢让我们看到呢是一个怎样的信息呢，上帝要透过这个故事呢教导我们什么那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呢，就是上帝呢这个为这个以撒预备这个妻子是以撒呢他也愿意他没有反抗，他也相信神会透过他的父亲，会透过他的管家为他一个预备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故事。那圣经呢有一段经文呢我们要来背什么经文呢？就是圣经呢生命记第13:4上半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小朋友，希望你们也是一样，谨守上帝的诫命，然后敬畏我们的神。好，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是丰盛的上帝，今天我们可以奉献金钱乃是神你的赐福。谢谢天父赐我们一家有平安，也让我们有能力用在福音的事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现在又到了我们主日学 Q&A 的时间，大家预备好笔和纸，我们开始啦。我们先从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同学开始提问。第一题，亚伯拉罕吩咐仆人到哪里为以撒寻找一个妻子？ A. 迦南地， B. 亚伯拉罕本族的地拿赫住的城， C. 伯利恒。第二题，仆人在祷告中如何寻求神帮助他确定那位女子将是以撒的妻子呢？A. 如果女子拿咖啡给他喝， B. 如果女子拿水给他和他的骆驼喝， C. 如果女子请他回家吃饭。第三题，这一位给亚伯拉罕仆人喝水的女子叫什么名字？ A. 利百加， B. 夏娃， C. 迪波拉。第四题，亚伯拉罕的仆人是如何完成主人所托付他的任务？ A. 依靠他的钱财， B. 依靠他的智慧和经验， C. 依靠耶和华借着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第五题，请你和你的父母或者是老师分享你从亚伯拉罕的仆人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啊？好，现在到幼稚级到三年级的同学。第一题，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A. 以撒， B. 大卫， C. 约瑟。第二题，亚伯拉罕的仆人坐在哪里祷告耶和华？ A. 屋子里， B. 骆驼上， C. 水井旁。第三题，仆人在祷告中如何求神帮助他确定哪位女子将是以撒的妻子？ A. 如果女子煮饭给他吃， B. 如果女子拿水给他和他的骆驼喝， C. 如果女子切水果给他吃。第四题，这位拿水给亚伯拉罕的仆人喝的女子叫什么名字？ A. 利百加， B. 米利安， C. 沙拉。最后一题，亚伯拉罕的仆人在这一件事情上如何完成所给予的任务？ A. 靠自己的智慧和经验， B. 先祷告寻求耶和华的帮助， C. 他没有完成亚伯拉罕给他的任务。